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甜食幽灵 Yaki です。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下 Minecraft。对，自从上一次那样之后，我就觉得好想要回来继续玩 Minecraft， 所以我就特地下载这个可以放大的模组。我其实一直很想要，可是我不会用，终于学会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生存的地图，我决定要好好的生存，好好来看一下 Minecraft 这个世界。对。有多达12种颜色让你供你选择，但是一人先拿一件哦，一件还是一套，这个差很多，应该是一套的意思吧。地图中出场的村民，除了神木聚集的村准的村的呀呀呀，我一直想要念村民，除了神木聚落的人以外，几乎都是辣椒汤工作室的人也是客串，希望没看到就不要打我。村民们都很善良的，交易没有人修改过，不会坑人的，不如说是根本是赔本交易。欢迎大家去找他们玩。那这个是，好，总之就是这样子啦。好，这边有一些简单的成就，然后简单的有建造一个温暖的家，然后盖个农田，维持一块地养些动物，然后村民交易找到西瓜两包种子，但是进阶的要修复旁边的桥梁，然后找到每个岛屿箱子，找到村长的私房钱，还有连接每一座岛屿。比较困难的呢，就有消灭古堡中异变的怪物，还有帮任何一名生物去名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玩一个小小的生存地图，可是真的那时候真的是超级不会生存，而且我后来发现是那个地图其实没有很完善，所以后来，可是你们现在找不到，因为把它都删掉了，哈哈。哦，盔甲衣，那既然它都提供了，那为什么不要多个选择？没有喜欢的选择，没有喜欢的颜色，试试这个扩充箱。哦，粉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。哦，这个好便宜，好漂亮，冒充钻石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，我看一下，我是穿白色的嘛，那我就拿一套白色的好了。虽然个人是比较喜欢灰色啦，可是这样子太灰了，我们就先穿上来。看起来真不白，看一下长这样，对啊，看起来好不白啊，有一种毛皮大衣的感觉，虽然是皮革没错。防喷，要防喷嘛？可是生存就是要喷装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玩 Minecraft 了，所以让我小小的拜托。哦，那是公鸡吗？我们，不是，哦，它现在可以。我取消的话会直接回到包包里，好棒哦！不然有时候不是都会不小心放，然后它就喷走了吗？然后像这样子嘛，然后等一下，我在干什么？钥匙。不行，太难了，等一下想的事情跟做出来好像有点不太，没办法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试试看。哦，不是你啊，我去，我杀了我自己了。等一下，不，我杀了。啊，超级犯蠢，等一下那个。是这么浅的吗？我以为是，哦呀，哎呀，哦，好吧，还好我用了防喷，超白痴的，等一下，我是想要在，搞，等一下，不是。对，我是想要做像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可以在旁边盖一个平台，我就可以把这边的矿都挖完了。哎，哦，我还以为想说怎么过不去。
哎、欸，我就像看着我的铁矿下去了。なんで？像为什么变得不能游泳了？不对啊！哎呦，难游哎！我刚有怪物吓我一跳。嗯，烧完了，吓我一跳！哇，那边怪物也太多了吧？等一下。哦，看到他了，对面好恐怖哦！天哪，这就是没有第一天就过去的惩罚吗？我只想盖个房子。哇，我的水流！